全会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。全会指出，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、大变革、大调整时期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、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。全会强调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，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，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，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发展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，弘扬中国文化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。